也有点漏，摸着手不看知吧，道看。是你是失忆了还是怎样啊？看那里不行了。提醒一下，以后要干好。我每你以后不是你们，你不有机器干吗？干嘛要提醒啊？那一天我还在手指的痛了，还没干好，让你自己来盖盖。让他盖。现在不是，我现在的意思是，不知道是一开始是没干啥，本来他上了机器之后。没有。